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余美英。今天跟大家做的就是屯门公园的新闻台了。今天的主要任务呢，就是跟大家介绍屯门公园的一些好叻的歌手，还有呢会邀请啲歌手出来同我哋打个招呼啊，讲几句说话嘅。好，而家我哋去揾歌手啦。好啦，而家同大家介绍嘅呢个小美女，不如你自己同我哋介绍啊。Hello， 我叫小怡啊，大家好。我中意唱歌又中意跳舞，希望大家得闲嚟听我唱歌，睇我跳舞啦。哎呀，呢个跳舞跳得好好。好啦，我而家叫小怡，小怡我哋揾。你找第二个啊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我身边这个美女。我是 Lola。 我喜欢跳土皮舞、中东舞，都是叫做东方舞。是啊，就是跳舞跳得很好的，还有唱歌都是顶呱呱的，所以大家记得大公园有。 Hello， 现在又有一个美女，有没有认识她的？是啦，没错啦，她就是刘冰冰啦。刘冰冰喜欢什么呢？唱歌，喜欢吃东西，喜欢玩，喜欢跳。好了，大家喜欢听冰冰唱歌的，记得过来公园听她唱歌。耶，冰冰耶，多谢你们。Hello， 现在站在我旁边的就是小美女雪梨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雪梨啊，希望你多点来看我们啊。你喜欢唱什么歌啊？我喜欢唱抒情歌曲。是的，看你这么温柔，都是深情款款的了。大家记得过来捧雪梨的唱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在旁边这位美女就是小乔啦。大家好。啊，小乔比较擅长唱一些。我喜欢唱跳舞，不过喜欢唱的歌都是什么怀旧歌多一点。我觉得她唱的粤曲小调啊，都是非常有味道的。大家如果来屯门公园，记得过来听小乔唱歌哦。多谢，拜拜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喺我旁边嘅就系文文啦，佢有呢个二胡公主嘅称号，咁系咪咧？二胡拉得好好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文文，系我中意拉二胡，不过水平有限啊。唱歌都唱得好好噶，大家记得过嚟。如果大家有时间嚟屯门咧，可以亲自听下我啲二胡同埋我啲歌声嘅。系啊，都特别欢迎一啲中意中乐嘅二胡啊，大师过嚟同文文。一起玩下，一起高下啊！好啦，多谢你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在我身边的这个小美女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尼亚。比较擅长唱哪一方面的歌啊？我说邓丽君的比较多。我觉得你一些怀旧的抒情歌也唱得很好哦。啊，谢谢。大家记得记得过来的时候。要捧下靓啊靓啊嘅场啊！多谢大家，多谢你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我身边呢个美女系乐儿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乐儿啊。啊，比较唱啲广东歌啦，广东小调啦。啊，乐儿咧系我哋呢一扎歌手中间白话歌唱得最好嘅，因为佢白话系最正嘅，所以我哋叫做呢个小调皇后嘅乐儿。大家如果嚟公园咧，记得过嚟。听乐儿唱歌啊！好，大姐，大家过来，来公园行啊，好吗 ？OK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而家系我身边呢个美女咧，就叫咩名啊？我叫若然啊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系，若然咧系特别够气嘅，我觉得佢唱啲好劲嘅歌咧，系特别有气势嘅，例如《热情的沙漠》啊。我开心果嚟噶，系啊，希望带啲开心俾大家啦。见到佢咧就好高兴，好开心噶啦。咁若然都系跳舞嘅歌手嚟嘅。多谢你哋啊！系啊，过嚟咧就如果过嚟同文公园咧，就记得过嚟听下若然唱歌，同埋同佢跳翻一番舞咯。好，多谢。多谢你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你哋嘅好朋友袁美英。咁呢一集嘅屯门公园新闻台咧，就近啦，介绍咗一啲歌手啊，有几个，有七个、八个、九个到啦。咁呢度系一部分嘅。咁今日咧就介绍到呢度啦。咁下一次我联系到其他歌手都肯介绍自己嘅，咁我就会去其他档口一个一个介绍我哋好精彩、好叻嘅歌手俾大家啦。
大家如果喜欢看我这些视频呢，就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啦，点赞啦，同埋同我留言啊。你们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